也许开始不明白你目光，眼神里带着份倔强，每当想起你就像在拥抱着暖暖的阳光。直到我再次遇见你，沉寂到透甜美的想象，我心中只有你，就像天空中只有一颗月亮。笨手笨脚王老师，这也不是上班路啊，准备去哪儿？赶时间吗？准备去项目工地，不赶时间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有些话，我觉得要是再不说，可能就来不及了。我想给自己争取一下。想说什么？我一直很仰慕你。仰慕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如果他很帅的话，我觉得我的心可能就会被勾走了。哎，希望是个丑八怪吧，这样我就可以有理由不仰慕他。一个女人仰慕一个男人，是不是代表她想跟他在一起啊？嗯。所以李天真仰慕万青，就会有和他在一起的想法，而对现实里的我没有想法。我知道孟老师对天真有好感。不是好感，我总想知道他在哪儿，在干什么，见了谁，说了什么，比跟我在一起开心吧，什么时候来找我。可是对你，我不会好奇你的行程，不会好奇你在干嘛，见了谁，不会好奇你高兴或者不高兴，甚至根本没有想让你生气的冲动，对吗？够了，孟老师说得很清楚，了解。打扰。他喜欢我，我不喜欢他，我拒绝他，他不会再对我有幻想，就这样。你怎么拒绝他的呀？就这么拒绝，就像你看到的。你这样很伤人呐，他刚才看着很不好，你不内疚吗？我为什么要为我不喜欢的人内疚？我不喜欢他，他很清楚，他还非要来跟我说他喜欢我，是他打扰到我，该内疚的是他，不是吗？要是天真选择你，你会幸福吗？我是个怜香惜玉的人，只是名额有限。那天真知道后会不会退让？你多虑了，他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也不会欣赏这样的人。别
别一副比我更了解他的样子。我当然比你了解他，我熟悉他的脾气性格，还懂他的设计。你怎么知道我跟可可认识的？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一起在你面前出现过呀。李天真跟我说的。他能跟你说我跟可可的事儿？你俩有这么熟吗？台风那天是我守在他身边，你说是不是？怎么了？可可看上你哪儿了呀？我不跟人玩什么哥哥妹妹的游戏，只对一个人好，没人与之争夺。你到底上不上车？不上车自己坐公交。你那边还顺利吗？挺顺利的，工人们都挺配合的。我再叮嘱几件事儿，明天就不用来了。你在干嘛呢？我在水流众生的施工现场。去那儿干嘛呀？跟这边的施工人员对接一下，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想法，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设计更好地落地。我这次来啊，就是挣一个辛苦钱。工作室虽然不大，但是也有员工要养。你以为你好养？啊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去工作了，你在工地注意安全。安不安全？等你结束了自己来检查。好。笑这么开心，给我妹打电话呢。乔可刚跟我表白完，还让你来陪我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我决定不让你做我妹夫。这事只能自己决定。陪我去兜一圈吧，陆经理。按照你们的设计，森林温泉安排在楼顶。我对楼面的防水挑战啊还是很大的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哦，对了，赵总和董事会已经谈了余霞村的项目，应该很快就有结果。住手！住手！停！住手！停水！喂，停水！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是工头。啊！赶紧停止注水。这事儿不归你管。怎么回事？啊，领导，没事。天儿太热，我加了点水。谁允许你自己加的？注水得报告搅拌站。停停停停停！混凝土加水，影响硬，不符合设计标准。设计师提下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把车撤走，损失你负责。别的呀，下不为例。下不为例？什么叫下不为例？非得等到楼塌了人死了你才负得起责任吗？你行吗？下不为例。陆经理，这事你负责。经理，拦门口开下罚单。你说这工程，这混凝土里怎么能加水呢？自己乱出主意，不能随便加水。来，让一让！说还不听。你给他打电话，等检查完再说。你给他打，打什么打？他又不是医生，你现在告诉他，不让他瞎担心吗？等结果出来再告诉他。你给他打。打打！哎，我在开车。真的是，你自己车都敢这么踹啊，一点都不心疼。你给他打电话。啊，打打打打打打打。
天真，小孩受伤了，我现在送他去医院呢。严不严重？还不知道呢，他目前没断胳膊没断腿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有问题，我很严重。你别听他的啊，反正这边有我陪着他呢，你先忙你的，等到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再告诉你啊。哎，他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我能，我能听到。你疼吗？疼，好疼，你赶紧快来找我。我来。天真，你不用不着急，我陪不也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你在哪个医院？附属医院。你怎么受伤的？哎呀，他看到别人在吸食混凝土打抱不平，上去说两句。不过我觉得这是好事啊，他特别注意工程质量，最后呢被人发现了，然后给他使坏了成这样的。那你开车注意安全啊，别开太快，但你不要太慢，赶紧过来。别听他的，你慢慢开啊，注意安全。行，我现在马上过来找你啊。真的是，哎呀，两个人围着你转啊。等他来了，等他来了你就可以回去了，不需要你。你为什么喊我小二？我听错了吧？啊！哥，这儿人呢？这是彻底废了呀！谁说的？我还有一只手可以指点江山，我腿也是好的呀，我可以追着你跑完长城。那你得死在长城上了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也就脖子扭伤了，右手轻度骨折，回家妥善护理就可以了。您是在家属吧？这几天吃喝拉撒你可操着心，他目前情况没办法自理了。什么？吃喝拉撒没法自理了？那你得把你的家人得叫过来了。他们都在国外。那谁管你的吃喝拉撒呀？看我干嘛？看我也不管。哎呀！哎呀呀呀！啊啊啊！我脖子有点不舒服，麻烦您今天帮我请一天假，谢谢啊。欢迎光临，啊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的吗？我随便转转，自在点。啊，好，那您有需要随时叫我。好，嗯。挺合身的，但总感觉我穿有点小了，有大一码的吗？嗯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就剩最后一件了。好看是挺好看的，只不过这腰身确实有点窄了。你好。这件衣服我能试一下吗？看您还在犹豫，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先试。如果合身，我先付钱，你帮我调货，好吧？啊，可以是可以，只不过您得等上一周。好，小姐，您介意让这位小姐先试试吗？可以啊，谢谢啊，走吧，您这边请。挺合适的，我也觉得挺合适的。您是觉得有点窄是吗？这条我穿着正合身，要不这样，这条我先拿着，让导购给您调一条更大的，好不好？你说试试，我就让你试了，怎么还不想还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他们家裙子也不便宜，咱们买一条衣柜里放好几年呢，
肯定得最合身的嘛。一条裙子放好几年，那是你吧？我都是一个季度一换，我就要这条。我有会员卡，最高级的那种。好的，小姐，确实是这位小姐先生啊，谢谢您啊，谢谢。您稍等一下，这边请。自私心里渐渐远去，大雨洗去你在我心中的美好回忆，寂寞的花园里有只孤单的花朵掉落在漆黑角落，沉默无话可说，就此别过。到处都是人，哭都没地方。孟岩这事儿要怪就怪他自己。赵总，说到底呢，孟岩也是受害者，我们公司应该给他合理的赔偿。至少应该承担一下医药费吧。你没事吧？想清楚点。他是在公司之外受的伤，跟公司有什么关系？事情是发生在工地门口的，说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，恐怕我们也摘不干净吧。混凝土这事儿可大可小，幸亏孟岩及时发现，才被我们避免了一个安全隐患。可到最后还伤到了，就算我们公司不赔偿、不道歉，那总得表示一下感谢吧，把那个涉事的项目经理给换掉。你能不能专业一点？我们为了一个小小的设计师，把包工头换了，工程进度耽误了，这损失谁来补？难道公司利益不应该放在第一位吗？行，为了不影响工程的进度，不换人可以，但混凝土这事儿啊，涉及到工程质量问题，该罚总得罚吧。要不然人人都这么干，我们公司的信誉放在哪里？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到此为止，不要再提了。赵总，工程质量问题涉及到……我已经说过了，到此为止。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做你该做的事情，这件事情用不着你来过问。出去！可是赵总，你这……出去！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那么那些使用建筑的人，他们的利益放在第几位？该罚的不罚，该赔的不赔，该追究的不追究，该认错的不认错，这个行业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才被弄得乌烟瘴气。你现在干什么？要打人？我才不会打你呢，打你怕脏了我的手。陆一鸣，散了你啊，陆一鸣，你干嘛？
哎呀！别哼哼了，跟个老太太似的，衣服脏兮兮的，也不知道洗个澡，成天就知道吃吃吃。你就不知道做点别的呀？别的我也不会呀，啊。我都这样了，你也不知道帮帮我。嗯，烫。喝水。哦。我现在脖子这样，得用吸管。我记得好像在橱里，你找找。你再想想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等你吃完了，我也去联系看看，要不要请个护理。护理？嗯。我难伺候又挑剔，你请护理干什么？而且我现在受了伤，情绪不稳定，万一人家没照顾好我，我发脾气了呢？再把人家惹生气了，人家虐待我怎么办？我现在也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。那你不要发脾气吗？忍忍。管住好自己的嘴不就行了？万一呢？万一我发了怎么办？没有好心情不利于养伤啊。再说你说请护理，请男的女的？男的优先吧，实在不行，就只能找个见惯场面的阿姨了。阿姨？你就不能来照顾我吗？我忍不了陌生人在我家走来走去的。啊。照顾你特别不方便，就像吃饭喝水，这些都是小事儿。就像你身上脏兮兮的，总得换衣服吧。要是能擦身子，就更舒服了。这些我都做不到。这有什么做不到的？擦身子又不难，我闭着眼睛都能擦。再说了，我现在都受伤了，我会很配合的。那也不行。那是陌生人给我擦身子，更不行了。你想，一个不认识的人，把你扒得光溜溜的。换你也受不了吧？那不行，我就不擦了，就这样。那随便你了，脏死你了。那护理也不行了，你就喂我吃饭喝水就行了。那你还能不上厕所呀？这个我自己能解决。啊。干什么呢？一共十七层。等多久了？数十七层那么久。不开心？为什么？喜欢一条裙子，没抢赢。嗨呀，没抢到就看看其他的牌子呗。就喜欢那一条，别的都看不上。你不看一看其他牌子，怎么能确定自己会不会移情别恋呢？走吧，我再陪你去逛逛。你上班旷工，要是罚钱，我不负责啊。
一点都不败，而且啊，我上班时间出来了，一点事都没有。走吧，我再陪你逛逛去。蠢样！好，谢谢。走，尝尝。怎么样？甜度刚刚好。你的呢？啊，一会儿你试裙子，我得帮你拎包，又得帮你拿喝的。正好我也不想喝。尝尝。好喝吗？我买的当然好喝了。其实我也不是非要那条裙子，就是想争口气。不争的话，怕自己不甘心，怕自己以后天天惦记。也不是我和那条裙子的事儿，也不是我和那个顾客的事儿。是店主，店主更愿意把裙子卖给谁。我们在选择裙子的时候，店主也在选择顾客。你想的倒挺透彻。道理都懂，就是不想讲道理。我也想像天真那样，偶尔任个性。其实天真大部分时间呢，还是挺听话的。再走，我们出去了，不看裙子了。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是不是裤子提不起来了？一切正常。啊！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没事。我进来了。别别别别别别别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说了，我没事。我想洗个澡。你都脱成这样了，要不然我帮你擦擦，反正你洗澡也不方便。擦擦，在哪擦？还在马桶上？我不去。嗯，要不然我扶你去沙发上坐着。哦，那你在外面等我，我马上就出来。行。处理好了，别跟我说话。那我扶你。你站我前面。嗯。转过来。又干什么？你后脑勺又没有表情。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想看什么？看到你就行。你到底走不走？走。哎，我是这样显腿长还是这样显腿长？我觉得你这个样子拍照的感觉，有点像妈妈那个年代，有点做作。谁做作了？拍照不都这样吗？啊，不然这样，军训，游客照，到此一游。这样也行。拍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我看看。丑死了，丑死了。不过我觉得，不好看的样子才最好看。重新拍。
今天必须把我拍漂亮了。行，我给你换一个角度啊。好了，不过我觉得这个不好看，还是刚才那个好看。我觉得很好看，以后我相亲我就拿这个。相什么亲？我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啊。是为了忘掉梦妍吗？这边，这边，快！你都给我拍一点啊，给我来一个45度角，抬头仰望忧伤。还仰望忧伤呢？你仰望的是我的忧伤吧？陆一鸣，我不想忧伤。阳光点点穿过白纱帘，你的脸靠着我的肩，我们这样聊到了天亮，聊了我们的梦想。耶，时间好像都慢了，管他的呢，有你就够了。耶，时间好像静止了，跟着我哼着歌，我的爱。计划好的未来一步步的来，你是我的最爱，不许你离开。甜甜的我们，甜甜的小眼神，甜蜜走完这一生。你不用这么紧张。我不紧张，只是脖子动不了，闲的紧张。我就是轻轻的给你擦，你放心。去吗？当然了。那我怎么办？要不然我让陆一鸣过来陪你，好不好？不好。对了，听陆一鸣说，你从来没谈过恋爱。他跟你说这个干什么？我也从来没谈过。我没问你这个。那今天晚上我一个人怎么办啊？要不然我等你睡了再走。要不你别回去了，反正回去也是灰土，你就可以在工作室睡啊，我也不吵也不闹的。我给你时间考虑，但在之前你要先考虑一下晚上我们吃什么。面我不吃了。可以点外卖。不吃外卖，你给我做别的，什么都行，就面不行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你去干嘛？给你换盆洗脚水。
终于熬到了下班的点儿。啊，哎，也不知道丁老师怎么样了，应该会感觉到丢脸吧？毕竟大家都认为他肯定会拿奖的。所有人，今天晚上给我加班。乔可呢？丁老师，他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，请假了。谁给他假？他。10分钟以后开会，我要重新听听你们对于云霞村的想法。文丽啊，这个设计师不行啊！啊，我虽然不会设计，但我能看得懂啊，就这个设计，还不如天真的毕业作品有趣啊，一点创意都没有。那我再找一个。领导，财务报表您看了吗？以咱们公司目前的资金情况，这云霞村项目还要不要做，是个问题。那个万青找着了吗？还在查。把这些数据啊，做成图，直观一点。我明天开会要用。几点会议？都什么人参加？我自己安排吧。你把图做好给我就行了。好。哎呀，顺便把这些垃圾给我扔了。怎么样？确实不敢说实话。不好吃也得给我吃。我知道。你又干嘛？留影纪念一下，看看某人在厨房里忙活一小时，就做出这两个鬼东西来。这什么呀？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。番茄炒蛋。番茄呢？水放多了，煮烂了。虽然卖相很不好看，但是真的可以吃的。不信你尝尝。我也知道，番茄、黄瓜生的都能吃。我说你这又是红的，又是黄的，又是绿的，你红绿灯啊？这么素吗？怎么会素呢？红红绿绿的多喜庆啊！这顿做的很鲜艳，好不好？尝尝，啊，吃，吃啊。你说我今天也太惨了吧！我摔这一跤有多疼，你不知道，都没有人关心我。你给我做两个菜，还一点都不走心，敷衍我，还红的绿的，我太可怜了。你别抱怨了，我已经很用心了，我只拿过美工刀，没有拿过菜刀。你别说切肉了，切葱我都费劲。我知道自己的刀工不好，怕把手切到了。不过我切到手了，谁来照顾你啊？我知道自己做的菜很难看，但是我真的真的已经很用心了。要不是为了你，谁愿意在厨房做这两个破菜要花上一个小时？别吃了，要不然我去给你找个护工，会做饭的那种。不要，不要别人，只要你。对你，我不会好奇你的行程，
不会好奇你在干嘛，见了谁，不会好奇高兴或者不高兴，甚至根本没有想惹你生气的冲动。一鸣，妈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么晚了，你也没睡呢？我在看书，我听到动静我就……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儿吗？这是什么脸色呀？失恋的脸色。失恋了？单恋。嗯。啊？你需要一个拥抱。妈，你说这个时候了，我都陪着他，我是不是也太惨了呀？既然都回来了，那就跟妈妈好好聊聊。爱情呢，会让一个强势的男人变成孩子。小二在面对天真的时候，俩人挺闹的。也许，得到爱情才会变成孩子，得不到爱情呢，只会把爱情当成孩子。不管可可去哪，做什么，我就想陪着他。我是担心他。那他呢？自强不息，独立女性，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。每个人都需要有独立的空间呀。妈，这个我知道。我只是想了解，他是不是跟小二在一块的时候也这么坚强，是不是也渴望得到他的关怀。小二，某一天惊讶地发现，再无法控制自己躲开你温柔视线，镜子里天真的笑脸，仿佛是你在对面给我阳光。